一块26大小的手电到底能有多亮？这是我手机照明的效果，这是它的效果。饼干大小却能发出500流明的泛光，覆盖面更广，能迅速点亮周围环境，更适合走夜路或者当应急光源使用。侧面有 Type-C 接口，60分钟就能充满，外加强力磁铁，吸在引擎盖上就能帮忙照亮引擎，自带钥匙扣，方便日常携带。这样一个实用的多功能应急灯，无论你是下班还是喜欢户外，走夜路带上它，总是有备无患。